好，安装好发热芯了。好，拿起发热芯开始工作。现在我们实际测试一下它的一个化吸效果，来，我们测试一下，来看一下，化吸如水啊，几乎化吸如水，非常猛啊，就是大功率焊接它是真的很好用。我们使用1200做一个对比，拿起245，来，这个是245开始工作了，我们化吸，升温速度确实没那么容易跟上，来，好，现在我们拿起1200R，来，上机，上机，几乎一秒啊，几乎一秒，来看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进行一个烧水测试，C245烧水测试，C470烧水测试，1200R功率测试。260, 270, 280, 290,